还吃下去了的，以前我就他老啃草席啊，现在我就基本不管了，小时候他这样搞经常拉肚子，小时候他也吃啊，然后就稍微大一点他就不吃了，有时候院子里面那些树叶啊树枝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掉到窝里面吃。棋牌室对，然后有个门开着的嘛，他尿尿拉屎什么的都出去。你可以就喜欢往别人腿脚底下躺，他感觉还是有点害怕的。对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